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期10月16日至10月22日，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全面总结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孙艳丽在这记者会当中一开始就宣布，中共二十大从明天16号开始到22号闭幕，同时接下来的二十大一中全会也会确定人事。这一场全球聚焦的中共重要会议也将会是未来一周全球关注的焦点。旺旺水神抗菌液，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的，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重要的是他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很好奇在哪里买吧，直接上快点购。